第一餐食泰國嘢喺佛泰呀，咁就睇下食咩先。阿 K 姐，你有芭提雅，今日係第二日，第一晚嚟食泰國餐，咁咧我就食呢一個seafood salad 同埋 mixed vegetable 同埋蟹肉炒飯。咁阿 K 姐咧就要食呢一個喺邊度啊？喺啊呢一個係要自己寫嘅，要自己寫嘅，寫 number， 跟住就呢一個嚇，好平啊，68。跟住咧，好耐冇食飯，就食呢一個蟹肉炒飯，49。咁嗰個咧就係個廚房，睇睇個廚房，睇可唔可以影一影個廚房。little bit 嚇，好靚女啊個廚房，我記得，好好笑容啊！嗱，呢個餐廳地道嘅，咁我出去睇睇啦。阿 K 姐買一對拖鞋，嚇買對拖鞋。咁呢度咧，隔離又有一間餐廳。嗱，呢一個就係一條橫街嚟嘅，但係都好多車。呢一間就係阿 Keep 姐今晚嚟食泰國嘢嘅餐廳，好好生意啊，嚇都好多人，咁就好平嘅啲價錢，几十克，100克咧就25蚊港紙到啦，嚇。咁阿 Keep 姐咧就嚟咗芭提雅第二日，咁今晚第一晚出街食飯，咁就竟然有個泰國工人，個泰國工人好好嘅，但係咧佢係唔識講英文。唔識講德文，咩都唔識嘅，咁我哋用 Google Translate 都溝通得非常之開心啊！好 nice， 好 nice 啊！佢後生女仔煮嘢食啊！嚇、啊，泰國女人在廚房煮嘢食的，又靚女又有笑容，兩個可能是媽咪和女兒，又煮嘢食，跟住又要做捧餐出來。哇，這個炒飯好靚啊！你睇下睇下碟飯幾靚，炒飯啊，蝦炒飯、海鮮炒飯啊，好靚好靚好靚 ，P 姐好肚餓。嗱，我哋一分問佢攞兩隻碟，佢一即刻要洗碟，洗碟咧就拎緊過嚟，係嘛？等緊拎緊過嚟。啊，而家要即刻洗即刻抹。啊 ，OK， 呀 ，Thank you。好正啊，好正啊！個炒飯，你睇條炒飯幾靚？是炒雜菜，細碟咗少少，不過好好味。阿 K 姐好肚餓啊，真係，不過好好味。炒飯食咗大半碟，跟住雜菜，嚇、啊、嚇，好、啊、正啲嘢食，好開心啊！食得好暢快，50克。
哇！哇！呢個 seafood salad 好正啊，好正啊 ！Seafood glass noodle salad， 哇！睇個樣都好開心，好味啊！哇！幾多海鮮？食完啦，埋單啦，睇下借幾多錢。要洗手洗好耐，佢直完要洗手先嚟走。南货人呐哈。是啊。啊，都系个千万钱。二百一十九克，二百二十克，二百二十克，OK，二百二十克，睇先，一百克就係廿幾蚊，嚇，六十蚊香港錢，六十蚊香港錢食三碟嘅，好平，二百二十克應該六十蚊港紙。我要拿多啲散紙嚟搭的士嘅。拜拜。行到翻嚟啦，呢度 Kit 姐住嘅屋企啦，前面呢个就系门口啦，吓、啊，翻到嚟啦，翻到嚟啦 ，工人送埋我翻嚟啦，嗱、啊，呢、這个入口。Kit 姐回到你家了，吃飽飽回到你家，沖涼。